上一回我哋讲到，并州节度使庞直因为实行司马光嘅建议，建筑城堡嚟加强边疆防守。点知龙口反转，得罪咗宋仁宗，而被罢免官职。咁司马光三度上书引咎，朝廷都全无反应。自从呢件事之后冇几耐，司马光就调入京师，做一名直秘阁开封府推官。直秘阁在宫禁之中收藏重要图书、秘记、古画、墨迹的所在，是由秘书监掌领。咁推官就是秘书监的僚属啦。咁跟住司马光又调任同判尚书礼部，他做直秘阁开封府推官同埋同判尚书礼部呢啲官职，一方面实际接触同认识到国家嘅典章文物，熟习朝廷嘅遗著，同时亦都有机会同当时京师开封府嘅活跃人物结交来往。一国嘅京城当然系政治气息最浓厚嘅地方，咁当时政治舞台上嘅主要角色，老臣嘅有文彦博、欧阳修、韩琦。而新晋的活跃分子黄宾石、苏轼、苏辙等等，同时亦都是文坛上卓有名声的大作家嚟。司马光在这么多人之中周旋，无论文学或者是政治都有所表现。但是讲到成就，当然是以政治方面重要得多。而家司马光啱啱过了40岁，所谓不惑之年，正是有为的时候。那一天他刚刚参加完一个民酒之会回到住所，那时候司马光已经有了一个3岁大的仔，叫做阿康。相公，你今天回到来这么高兴，大概又认识了一些大名鼎鼎的人物定了，是不是呢？夫人，以前我们在并州觉得庞公莫下聊数都是一时之言，好像程万推官、孙兆元官，他们个个都不错，但是就但是如今在京都所接触的人物又大不相同啊，是不是呢？是真是大不相同的。那当然啦，开封府是皇帝安居的都邑，并州就是下人规制的边区，又怎可以比较呢？那好了，今天天时这么热，你入去换咗衣冠先，等我入去烹茶，等你出嚟饮翻两碗茶之后，先至慢慢讲你嗰啲新相识嘅名流俾我听啦。好啦好啦，夫人，咁咪请你烹茶，我入去换衫，顺便睇下康仔。好啦。好茶，夫人啊，你不妨饮多一碗。好，我就饮多一碗啦。相公啊，讲起上嚟，我时时陪你饮茶，茶量喺不知不觉间大起上嚟添噃。如今饮2-3碗喺夜晚都唔会话瞓唔着噶啦。好啦好啦，希望你嘅茶量一路进步，饮够8碗。拆了前代卢仝的老招牌，可以号称蔡卢仝。哎呀不好了，你就是司马光，我是蔡卢仝，又马又卢叫起上来几难听啊。又马又卢都不紧要，最怕非卢非马的。啊，是了相公啊，你又说讲些新相识的名流给我听的。如今茶又喝过了，那可以讲得未啊？可以了。我最高兴的就是九民三苏之名，一日识晒他们。三苏？是三个人来的。是苏氏一门三杰，是父子三人嘛。父亲是苏洵，两个仔一个叫苏轼，一个叫做苏辙，这两兄弟21、22岁，天才横日，
前程无可限量的。相公，嗯，我好少听到你这样赞美一个人的噃，如今仲竟然赞美两个人添。三个啊，大嫂都好值得赞的。听闻话佢27岁先至开始努力读书，佢系四川眉山人。嗯，3年前带埋两个仔嚟京师，咁冇几耐呢，就俾翰林学士欧阳修赏识到，介绍俾当地嘅士大夫认识，就奠定咗佢文学上嘅地位。哦，咁第二年啊，两个仔同时登进士科。哇，果然厉害噃！难得他们父子三人都咁有才学，能够耸动京师啊！吓，系欧阳修好比当代文坛嘅主帅。嗯，当佢睇到苏轼嘅文章，就对人话：将来我要让呢位后生一个头位。哦，咁可知佢嘅才气系点样惊人化咧？咁呢种人啊，真系值得认识啦。嗯，相公啊，嗯，咁除咗三苏之外，你仲识咗啲咩特别嘅人添啊？仲识到一个怪人，一个怪人系咁样嘅怪人，我以前未见过，亦想象唔到人间会有咁嘅人嘅。佢个样生得好怪嘅咩？佢个样，嗯，个样都唔算点怪，面黑黑，眼碌碌，大模斯样咁啦。咁佢怪喺边度啊？怪喺装束啊，怪喺神气啊，怪喺言论啊。佢奇装异服咩？都唔系，佢不修篇幅，服装呢认真随便嘅。咁讲到整洁方面，更加认真随便。啊，实在嚟讲，应该话佢系衣冠不整，加上衣冠不洁添嘅。哦，座上有一个衣冠不整而且不洁嘅人，咁岂不是好难忍受？诶，夫人，咁又未必噃，咁先至话佢系怪人啊嘛。因为他讲起说话上来议论中横，往往令到满座倾听的。那你即是说这个人外观虽然是差一点，但是就胸怀实学了吧，是吗？嗯嗯，那就应该令到人人敬仰啦。诶，亦都不是吧。啊，那真是奇怪了，为什么他得不到人人敬仰呢？就是因为他的言论很多都是闻所未闻的。嗰啲耸人耳目嘅嘢，虽然吸引注意，但系座上嘅人都唔系无知之辈，亦要深思熟虑过，先至谈得到接受，亦或唔接受呢一层噶。咁就系嘅，相公啊。嗯。不过你仲未曾讲呢个怪人叫做咩名噃？系咩？系点？好啦，咁我讲俾你听。嗯。叫做黄安石。黄安石，嗯，连个名字都好似怪怪地咁嘅，咁佢系唔系做紧官噶？做咗好多年啦，啊，曾经好似我咁做过通判，哦，喺苏州做，喺江南地方，嗯，文彦博相爷同欧阳公都向皇上推荐佢入朝，哦，卒之就喺今年5月，朝廷召佢为三司道知判官啊。三司道知判官，嗯，咁系管理咩事务噶？系处理国家财政事务嘅。我系管钱噶。嗯，咁照你就更加应该着得光光鲜鲜先至似样噶，啊，真系怪啦。照我睇，呢、這个职位系短时期嘅啫。佢呢种人放言高论，口口声声天下国家，一接新职啫。就向皇上呈上一封万言书，里面有好多新计划的。哦，原来他是一个当时得令的红颜来的。是啦，京师好多士大夫都希望识到他的。嗯，我今天识到，对他暂时就只用怪人两个字来形容，其他呢就保留住先啦。相公，对于这个怪人我都好感兴趣啫。是咩？以后如果有关佢嘅事，请你不妨讲多啲俾我听下。好啊，好啊，如今饮完茶，都要入去同康仔玩下啦啩。哎呀，咁就去啦。嗯，我知道你翻咗嚟咁耐，都未曾抱过个仔呢，就梗系会好唔安乐嘅啦。系啊，系啊，快啲入去抱到够咧。好啦，好啦。
马光的故事讲到这里，我们一定要提到王安石这个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因为司马光和王安石的关系实在是很密切的。同时我们亦都要提到苏轼和苏辙两兄弟，因为他们和王安石后世亦都发展出种种关系。苏轼别字子建，即是后世人人都知道的苏东坡。东坡这个别号是他四十几岁的时候才有的，但是现在故事中的苏轼不过是二十一二岁左右的，他的朋友都称呼他的别字子建，而对小他一年那位弟弟苏辙就称呼他的别字子游。在北宋仁宗嘉佑五年，即是公元1060年的夏天，有一天司马光对妻子张夫人讲起懂得苏门三杰和王安石。到了第二天，苏轼苏辙两兄弟就以后辈身份来到司马光的寓所作一次礼貌上的拜会了。子建兄，子游兄，请司马礼部请。真是好茶，真是好茶。过奖过奖。京师饮茶风气虽然咁盛，但又好少饮到一碗咁好嘅茶嘅。两位都是知茶味嘅人，不必隐瞒，绝经对于烹茶颇有经验。我岂敢劳驾礼部夫人啊？司马礼部咁样看待晚辈兄弟，真系受唔起啊！两位何必持此世俗之见呢？两位是雅人，今日来到应该享以香茗，但我一向只会饮不会烹，洗碗的粗人更加不会做这些事，那自然应该由绝经负责以知熟手的嘛。请随便饮。请。对于茶我有些好有趣的发现，今日不妨讲给两位听下。敬明高论。客气客气。我的发现是茶和墨这两样东西有很多地方啱啱相反的。哦，茶和墨相反？是。茶呢就越白越好，墨呢就越黑越好，茶就越新越好，墨就越旧越好。茶饼呢就重者为佳，墨定就轻者为妙。咁样比较起上嚟，就好似君子同小人咁，截然不同嘅。系喎，咁样比较真系有意思。阿哥，你话系咪？系，好有意思。但系司马礼部，晚辈又发现到茶同墨仍然有相同嘅地方喎。相同嘅地方有三点。子建兄，请你讲出你发现的相同之处先，看看我们的意见符不符合呢？好啊，晚辈觉得茶和墨都是平日需要藏在干爽清洁的地方，都是用沙囊来珍重存储的，又都是遇到水就会散出颜色，就是这三点了。所见略同，所见略同。两位请饮多一碗。多谢多谢多谢。讲起君子和小人，令我想起昨日之会，两位觉得那位王安石判官如何呢？晚辈兄弟对这位特立独行之士都是暂时采取保留的态度，要继续观察下去，然后才敢表示意见的。两位虽然后生，但是表现得老成持重，非常难得。但是家君就不同晚辈兄弟的意见，他对王判官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反感，说这种人将来会误尽苍生的。尊大人可谓目光如炬，不知道他老人家从哪方面来判断王判官的为人呢？司马礼部，家君昨天回到寓所，就专为这个人作了一篇文章，话要揭穿他的假面孔，俾世上的人看清楚。这些正所谓前辈风义，我哋望尘不及嘅。
呢篇大文无论如何都要拜读啦。晚辈抄录咗一份带喺身上，就呈请司马礼部指正。诶，岂敢岂敢？尊大人文明直心，谁人不知？子占兄，请你快啲取出赐读。好啊。嗱，啊，子占兄写得一手好字，笔含墨饱，气度雍容，难怪欧阳公如此称誉啦。司马礼部咁讲，令到晚辈汗颜无地啊！子占兄，你又何须太谦呢？哦，尊大人呢篇文章题目叫做《辩奸论》，令人一睇就知道佢作文嘅用意啦。家君就系咁嘅意思啊。嗯，文章一开始就睇到苏老先生独具嘅慧眼，见微而知著，呢几个字真系用得好。哦，一路由气象嘅预兆讲到人事。找两个前代的奸人来举下例先，然后直入正题。今有人口中孔老之言，身理而齐之行，修照好名之事，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言语，私立名字，以为颜渊盲窝复出，而阴策险狠，与人而除。哦，好一句阴策险狠，与人而趣。我对这个人的印象就是这样，但是总不能够这么鲜明生动地说出来的。啊，等我看下去先。啊，那这句囚首丧面而谈诗书，又是写得入木三分，将呢个人嘅形状神态都同时画咗出嚟，真系好。仲有呢两句最有力，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癖。回应翻上面阴贼险狠与人而趣嗰两句，简直就系一纸有力嘅判决书啊！好，真系好，司马礼部。嗯。你认为家君呢篇文章点样？请坦率直讲。嗯，我向来论文章以意为重，有意无文都好过通篇空洞嘅洋洋大文。至于尊大人呢一篇辩奸论，可谓文意俱全，相信一定为天下后世所传颂。而黑与白、是与非、君子与小人，亦都会因呢一篇文章而有更明显嘅界线。司马礼部太过一语啦，系啦系啦。刚才我大放厥词，真系十分好笑嘅。对于文章，我其实只系个门外汉啫。哦，咁司马礼部就太过谦啦。礼部嘅大文有好多喺京师传颂紧噃。冇错啦，礼部嘅词尤其动人嘅，可惜就系少啲。晚辈自从拜读过礼部嗰首《西江月》，就一直盼望能够读到礼部嘅新词，但系总系盼望唔到啊！冇错啦，相见真如不见，有情还似无情，竟是人人嘅食唱啊！呢啲不过系年轻嘅时候偶然写嘅啫，如今已经难得有呢一种心情，就算勉强作啲，都系随手抛弃。因为冇乜词味，唔值得流传嘅。咁礼部可否见识一下呢一类认为唔值得流传嘅近作呢？嗯，可以可以。虽然作得唔好，睇下亦何妨呢？呢手边就有一首《远郎归》，系前几日作嘅，所写嘅就系《远郎归》嘅本意。嗯，本来呢，想话喺得闲嘅时候慢慢改下佢嘅，但系总冇得闲。嗱，两位攞嚟睇咧。嗯，晚辈等能够拜读呢啲未定稿，真系幸运啊。嗯，词牌系《远郎归》，渔舟容易入深山，仙家日日行，倚窗纱房映珠颜，相逢醉梦间。松露冷，海霞悭，
匆匆整乍还，落花直直水潺潺，重寻此路难。哦，落花直直水潺潺，重寻此路难，意境好高啊！何以司马礼部话写得唔好呢？仲有啊，两位太过奖。倚窗纱房映珠颜，相逢醉梦间。呢啲写凡人同仙人会合嘅手法，真系高人一等啊！冇错，两位错赞啊！呢首词只有呢四句过得去，咁点能够称得上好词呢？咁可知司马礼部立身行事不分大小，都要做到完整无缺，无疵可疑。冇错啦，喺呢啲地方，晚辈等无形中已经获得好多启示。讲到启示，贤坤仲喺家中获得苏老先生嘅启示，仲会少咩？呢啲地方又何须向外方获得启示呢？可知两位讲得客气啦。家君时时都喺晚辈兄弟面前赞颂司马礼部，话值得效法嘅。系啊系啊，好似旧年交子国运咗只怪兽嚟到进贡，话系麒麟，好多人都争住向皇上讨好。话麒麟出现就天下太平，圣人复出啦咁。嗰阵司马礼部独持异议，对于呢一点家君非常赞赏啊。系咩？我只系识讲老实说话啫。我嘅意见简单到极。第一，麒麟呢种瑞兽只系古代相传，现代人人都未见过，所以交子国进贡嚟嘅嗰只所谓麒麟，唔知系真抑或系假嘅。咁讲到第二点，就算系真嘅，都系佢自动喺中国出现，咁先算得系中国嘅长穗啊！如今佢喺交子出现，人哋夹硬将佢捉嚟运嚟中国，咁又点可以讲得系长穗呢？所以我主张将呢一只所谓麒麟俾交子国运翻去。果然句句都是老实话，但是这些说话讲了出来，就自然显得有些人几咁浅薄无聊，而有些人连常识都缺乏，有些人又明知如此都不肯讲老实说话了。家军赞赏礼部就是这些地方。家军还说司马礼部风骨凌凌，前途未可限量。多谢苏老先生雅爱，嗰日定当专程拜访，畅灵教益嘅。今日两位翻去嘅时候，请先代我致意。一定一定，晚辈等遵命，晚辈等告辞啦。晚辈告辞，唔送啦，请请。我哋今日讲呢段故事，有两点系要向大家交代下嘅。第一点系后世提到王安石同以司马光为首一班人对立嘅局面，喜欢讲到儒家同法家嘅争端。但系我哋而家只系讲故事，所以并冇涉及所谓儒法之争。第二点系宋代嘅人开始普遍讲究饮茶。但是那陣時烹茶的方法很複雜，他們先用茶沫壓成一團團，烹的時候就要研碎它，當時的茶色就以白色為上，所以要用深色的茶碗來分辨它白色的程度。今天劇情中講到飲茶的地方，是根據宋代的標準，而不是根據今天飲茶的標準的。